看书看电影都很容易被情节感动。金牛座，被别人看破了脆弱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哭。双子座，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遇到的困难。巨蟹座，把自己最重要的人分开。狮子座，知道自己不是大家的中心。处女座，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让结果发生改变的时候。天秤座，失去自己的父母。天蝎座，被朋友误解了自己的好心。射手座，自己的努力什么都得不到。摩羯座，工作上出了很大的问题。水瓶座，被别人夺取了喜爱的人。双鱼座，恋爱中出现任何一点小问题，